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惠灵顿 Access 广播电台106.1 FM 频率新西兰中文周节目。我是苏珊，是这次节目的主持人。在今天的节目中，首先向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新西兰中文周。新西兰中文周是2014年正式推出的，在西方国家当中，新西兰是第一个自主筹办中文周的国家。2015年9月举行了第一届新西兰中文周活动，今年是第三届，举行日期从10月16日到10月22日。举办新西兰中文周的目的是提高新西兰人学习汉语的兴趣和提供更多学习汉语的途径，增进中新两国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相互了解。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雅风社的四位成员参加我们的节目，他们是张梅芳、许忠杰、刘千祥、刘长武。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四位嘉宾将要介绍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在宣传中国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四位嘉宾，你们好，欢迎参加惠灵顿 Access 广播电台新西兰中文周节目。我们很高兴能参加这个节目。您四位都是雅风社的成员，能不能先介绍一下雅风社？好吧，我来介绍吧。我叫许忠杰，是雅风社的初始会员之一。雅风社是惠灵顿地区一个热爱中华文化的华人团体。我们以和谐之举、儒雅之风、宽容之量、谦卑之态集结在一起，在2016年的10月成立了雅风社，意在交流弘扬中华文化，宣传增进中新友谊。雅风社成立之初就创办了雅风月刊，每月在惠灵顿地区最大的华文报纸乡音上刊登，到目前为止已发了12期，还有1期增刊，在惠灵顿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受到了多方的好评。为了更好的传递交流信息，我们在雅风社成立1周年之际，又创办了惠灵顿雅风微信公众号，请各位关注，谢谢。创立雅风公众号，在宣传中国文化方面又多了一个途径，祝贺你们。现在雅风社有多少成员？我叫张梅芳，雅风社成立之初有会员12人，经过1年的发展，现在有会员20多人了。发展很快吗？大家好，我是刘长武，我是今年才参加到雅风社的活动里边来，成为会员。我感觉在雅风社，大家互相交流、切磋、共同提高、宣传中国文化，我每天都感到高兴，感到很充实。雅风社多长时间举行一次活动？都参加了哪些宣传中国文化的活动？我是刘千祥，雅风社每月举行一次活动，另外我们还通过邮件，特别是微信，每天都交流互动，大家发表作品的热情非常高。雅风社还积极参加华社的社团活动，比如今年我和岳向丽还有几位老师就参加了春节前的写春联、送春联活动，还有在欢庆春节的现场展示了画中国画。今年的6月份，我还为惠灵顿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讲授中国画，以及去年给中文学校的兴趣爱好班讲
中国绘画。刘谦祥老师，我看到雅风月刊上看到了不少您的中国画和书法作品，不论是画还是书法都造诣深厚，显示了您扎实的功底。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书画的？我是天津人，今年70多了，从小喜爱书画，从13岁开始拜天津著名的书画家、书画教育家阎六福先生学习山水画和书法。当时受天津北京地区的金津画派影响很深，很注重传统功力的练习，对以后的绘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您一直都习作书画吗？我退休以前在高校教物理，青年时工作学习的任务都非常重，因为我很小就拜师学画了，都说我有绘画的天赋。在绘画界的朋友们的要求和鼓动下，我把业余时间都用来画画了。为了加强传统功力的学习，我曾大量临摹和高仿了历代名家的山水画。80年代后，开始以祖国的名山大川为题材，学习现代山水画的创作。天津市的高校系统以及大型的画展，我也曾参加过，作品入选了天津美术作品集和天津老年书画家作品精选的大型画册。您刊登在《湘音报》的几幅中国画，《新西兰圣诞树》、《汇成金湾之下》、《冬日里的山茶花》，受到了大家一致好评。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创作的感想。我想作品的创作需要具备几个方面的条件。第一，要有基本的绘画技能；二，要有对生活的热爱和创作的激情；最重要的还有创作的动力。我和老伴儿来新西兰，虽然已经退休，但是要带两个小外孙，还要做饭做家务，时间很紧，觉得比上班还累，再加上人生地不熟，很少画画。自从参加了华人社团，特别是雅风社，认识了许多人品高尚、文学水平高、多才多艺的好朋友，尤其是他们还在《湘音报》上办起了雅风专栏。在好诗好文的感染下，以及每一期的栏目主编向我预约画稿，这都激发了我的创作激情，动力也很足，因为答应的画稿就要按时完成啊。我用中国画技法描绘新西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也受到大家的喜欢和好评。用中国画的形式画新西兰，既能宣传中国文化，又歌颂了新西兰，还体现了新西兰的多元文化并存的特点。刘老师，您刚才提到您给惠灵顿市政府工作人员讲授中国画，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学员们的反应。惠灵顿市政府内部员工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习班，他们自发自愿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中国文化，每月活动一次。六月底我就代表雅风社应邀去讲授中国画。在15人左右的学习班中，有几位华人，他们通过电脑制作了教学课件，在大屏幕上既详细又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画的基础。
用英文注释，图文并茂，让我感到这个班的学员文化素质很高，所以我提高了教学的起点，从中国画的笔墨开始讲。中国画的笔法墨法既是中国画最突出的特点，也是难点。遵循书画同源的原则，将中国画的直笔运笔特点应用到中国画的笔法中去。所以我先演示了书法，再演示画水墨画金鱼的画法，然后把提前准备的范画发给大家进行临习，并现场指导修改。大家学习的非常认真，很投入，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谢谢刘前强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他从事书画的经历、他的作品以及宣传中国书画所做的工作。希望看到您更多的书画作品，谢谢您。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张梅芳老师介绍他的文章和诗。张老师，雅风月刊已经刊登了12期，您和许忠杰老师是主要编辑。雅风月刊创刊号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特别是醒目的大标题，我们的团队是个快乐的大家庭。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编辑创刊号的思路和为什么选定我们的团队是个快乐的大家庭这个标题的吗？好的。成立雅风社、创办雅风月刊这个事啊，我觉得呢是天时地利人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雅风社发起人有12个人，那时我们多曾先后在相应报上发表过自己的作品，而且呢我们都互相认识，有的相识有1年多了。最重要的是大家的爱好、观点、观念比较一致，在一起呢有很多的话题可说，心情呢也特别好。在相应报郑刊文社长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呢足足准备了3个多月，在2016年10月推出了雅风月刊的第一期。这第一期呢由我主编。那么我呢当时是这样想的，那在这个创刊号也就是第一期上，那有2点呢必须告诉读者。第一，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要办雅风月刊，那个在刊收语上呢要有一个说明。所以这个第一期中的刊收语呢是有集体讨论而定的，也作为我们以后办月刊的方向。那么第二点，也就是我们这个团队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应该呢让读者知道。那我们呢那个团队中啊，年龄最大的呢将近80岁，但大家在一起呢开会啊都是畅所欲言，而且呢很愉快。所以呢我当时想，因为我们的团队是个非常快乐的，所以就定了这个栏目的名字，我们的团队是个快乐的大家庭。那么也就是说要每个成员用简短最能代表自己想法感受的语言，而且呢用实名制来刊登。于是呢就产生了这个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代表每个会员心声的栏目。现在雅风社呢已成立1年了，也体现了我们的团队确实是个快乐的大家庭。张老师，您既是编辑还发表文章，一定很忙。今年春节期间，雅风月刊刊登了一整版庆祝春节的书画和诗。您创作的2首诗《赞公鸡》和《赞母鸡》，以刘前强老师的国画《阖家吉利图》可以说珠联璧合，请您讲讲您创作这2首诗的构思。哦，好的。从中国的农历来看，今年的1月18号呢是春节，也是鸡年的开始。雅风月刊为了庆祝中国的春节呢，准备出
版一刊以画技为主的专刊。那么这一期呢，也是我主编。会员中的画家以及绘画爱好者呢，他们呢就是把画稿呢纷纷的就投到我的手中。那我看了这些那个画上的英姿勃勃的这些鸡啊，看着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生动的模样呢，促使呢我提笔写了几句赞公鸡的诗。这我也是写着玩的。写好以后呢，也觉得以前呢赞母鸡的诗没见到过。那么我想母鸡的慈爱子心呢也是大家所公认的，那么我也应该再写一首赞母鸡的诗。那么这时候呢，我的脑子里面呢就出现了小时候玩老鹰抓小鸡时的那种乐趣，以及呢我母亲以前在家里养鸡生蛋的这种情景啊，还有孵小鸡的情景啊，都在脑海中出现了。于是呢我就提笔写下了这下面几个字：山红肥硕生，产卵月儿情，哥哥斩桑刺，护处慈母心。当时呢自己确实是写着玩的，也没想到要发表。那么在这个等稿件的过程中，后来刘倩祥老师的国画全家激励图他的稿件来了，他画的是公鸡、母鸡和小鸡这么和谐的全家。那么我一看以后呢，哎呀，我想这不也是我那个写这个诗几句话的这个赞美他们的品格吗？所以呢这就是不谋而合的成了诗画相配的作品了。那么当时呢正好也版面也有点空余，所以呢就把这个诗就配上去了。张老师，您还发表了参观惠灵顿博物馆和我参加塔瓦的澳新军团日配照片的文章，把您参与新西兰多元文化的体会和感想写了出来，介绍给读者，使更多的人了解新西兰社会。请您介绍一下写这两篇文章的经过。哦，好的。去年呢在英语老师那带领下呢，我们参观了惠灵顿博物馆。以前呢这博物馆呢也叫城市和海洋博物馆。那么我呢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介绍过这座博物馆，说是曾经被评为世界50强的博物馆之一。那我也一直很想去参观，所以这次参观的时候呢就格外的仔细。博物馆的建筑呢虽然是木结构的老实的建筑，但里面的内容呢是丰富多彩，介绍了惠灵顿城市的发展过程，它有图片、实物、电影、 3D 技术的演示，以及多面体放映、实施等多种手法来展示这个主题的。那么它不像铁啪啪国家博物馆这么有名，但我希望居住在这里的华人呢能去参观，去感受惠灵顿的发展过程，更热爱惠灵顿。那么同样的道理，虽然我曾参加过几次那个澳新军团纪念日，但在今年呢我参加了塔瓦的澳新军团纪念日，同时呢有纪念碑的揭幕仪式。这个仪式呢就是看上去呢它的外环境的布置呢是简朴而庄重，参加者呢都是精神饱满神情严肃。我是带着崇敬的心情参加这样的活动的，缅怀着在一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英烈们。所以呢我希望呢在新西兰的广大华人，特别是我们居住在惠灵顿的华人，能确切地了解一些当地重要极乐的历史，在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呢能符合当地的民风习俗，能真正地融入到这些活动中去。我们在宣传中国文化的同时呢也要融入当地的元素，所以呢我就写下了这些文章，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去看一看，真正地了解惠灵顿。张老师，谢谢您。您对诗文、摄影、编辑样样都行，
您以前是不是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哦，我呢是学理科的，是一名教师。那年轻的时候呢，也算是个文学爱好者吧。那在学生时代呢，担任过通信员工作，主要呢是写稿，也参加过校刊的出版工作。由于我的兴趣爱好呢比较广，所以呢平时会实际多方面的知识的积累。那么这次呢在雅风月刊中那个搞编辑工作，是我第一次。我呢是从游泳中学会游泳，这个过程也是个不断学习和提高的过程。那我以为啊，到了老年做了一件年轻时没做过的事，真的是非常的快乐，感到着非常的幸福吧。张老师，您的文学爱好在新西兰得以继续，得以施展，给您在新西兰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同时又宣传了中国文化，真是一举两得呀。谢谢张梅芳老师给我们做的一番介绍。下面我们请许中坚老师介绍他的诗。许老师在雅风月刊上经常发表诗作，我记得2015年在维多利亚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上，您还朗诵过您写的诗《在异国渡重洋》，得到了大家一致称赞。今天是10月18日，再过10天就是农历9月初9，也就是今年的重阳节。您能给听众朋友们朗诵一下这首诗吗？好吧，我来朗诵一下拙作《在异国渡重洋》。九九重阳，传统佳节在心上。不见秋风起，沐浴明媚春光。呵呵，侨居在南阳，何处寻珠玉，难觅居酒香。罢罢罢，纽国自有葡萄佳酿，好佳酿真酣畅，恰到微醉思成行。思成行呀慢吟唱，年过70也癫狂。居家登高去也，哈特东山峻岭上。峻岭上翘首北望，北望似故乡。望故乡，面向大海欲飞翔。飞翔难也，寄梦想。一想亲友长寿，二想祖国长盛，百姓安康。谢谢。徐老师，您朗诵的真好。您的这首诗配上刘谦祥老师的国画《登高图》，发表在《乡音报》，把九九重阳节的习俗和您在新西兰过重阳节心旷神飞的心情描写得痛快淋漓。您诗中提到的珠玉、菊酒，为什么重阳节要插珠玉、饮菊花酒呢？中国的农历9月9日，一般公历在10月中旬到下旬。这是中国2000多年以来的传统节日，叫重阳节。因为此时已经是深秋，秋高气爽，所以大家结伴登高，因此呢又叫登高节。因为这个时候野生的山花珠玉开花结果，于是大家就把它戴在耳鬓，也算是一种美化吧。就像清明的时候要戴柳，端午的时候要戴艾一样，这是一种习俗。至于饮菊花酒，也是因为深秋季节菊花盛开，
用菊花酿的酒就是时令的饮品了。这样年复一年，重阳节、登高节插茱萸饮菊花酒就成了习俗了。谢谢徐老师给我们介绍的在重阳节要插茱萸和饮菊花酒的常识。今年的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到时候可以登高俯瞰新西兰美好的山川，畅饮新西兰的佳酿了。徐老师，您还有一首诗《朦胧诗》，我印象特别深刻。您用我的一双眼睛就是两架摄像机，摄不完的镜头啊就是你，表达了您对新西兰的爱，描绘了您渴望观察新西兰的心境。短短两句诗文耐人回味。徐老师，请问什么是朦胧诗？我的这两句朦胧诗呢是这样的：新西兰，我爱你，你清纯，你美丽，我的一双眼睛就是两架摄像机，永远摄不完的镜头啊就是你。至于什么叫朦胧诗，说老实话我也很朦胧，很难给朦胧诗下一个确切的定义。简单来说吧，它是用比较简洁的语言来表达要你深深的思考也许才能理解的含义。它产生于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说老实话那个时代也是处在一个朦胧的时代。那朦胧诗就是在文革之后文学重新兴起的时候产生的诗歌的一种流派，就如同文学界当时一种以卢新华为代表的伤痕文学一样，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在新西兰讲朦胧诗，就不能不讲起前辈诗人顾公之子顾城，他是朦胧诗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最典型的一首朦胧诗《一代人》中的只有两句话：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那写的真好啊。很可惜这位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在加入新西兰国籍以后，于1993年以不到40岁的年龄在新西兰在基留岛为朦胧的爱而朦胧地离开了人世。徐老师，谢谢您给听众朋友们介绍的关于朦胧诗的这些常识和这个发展历史。徐老师，您今年6月在雅风月刊上发表的诗《新西兰的颜色》，有的读者说读了您的诗感觉震撼，您给听众朋友们朗诵一下这首诗好不好？好吧。新西兰的颜色。新西兰的颜色是蓝，是白，是绿。蓝的是天，白的是云，绿的是大地。蓝天无边无际，白云随风飘移，大地时而坦荡，时而起伏，时而高山耸立。我徜徉在这着色的原野上，头顶蓝天，脚踏绿地，穿越缤纷的花城，涉过灿灿的小溪，
随着白云的引领放飞放飞，一幅多姿多彩的图画哟，我在画里。徐老师，您的诗里没有华丽的词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令人记忆深刻，请您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您是如何创作这首诗的。这首诗是去年十月我和家人在北岛旅游时在长途巴士上有感而成的。一天早晨，我们从北岛的北部拍西亚登上了驶往奥克兰的长途巴士，一路上朝霞密林，蓝天白云，空气又那么清新，实在令人陶醉。我叫着身边的三个孩子共同欣赏，共同享受大自然的美。这时候我太太在旁边说，这看上去是一幅画，写出来不就是一首诗吗？她给了我启发，于是我一路上哼着构思着，用微信把它写下来，等车到奥克兰，这首诗也就成了。谢谢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他创作诗的感受和为听众朋友们朗诵的他创作三首诗。接下来我们请刘长武老师介绍他的篆刻艺术。刘长武老师对篆刻很有研究，篆刻作品数量不胜枚举，今年还出版了《长武印痕》一书，并专为雅风社刻了一对阴阳文印章和一方祝贺雅风社成立一周年的印章。刘长武老师，请您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如何欣赏篆刻作品。好，大家好，我来介绍一下关于篆刻的欣赏问题。其实说起篆刻呢，可能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怎么去欣赏篆刻就不一定很清楚了。一般的来说，作为读者观众在看到篆刻作品的时候，只能是表面上看看，觉得很好看，觉得很喜欢而已了，但是呢又说不出什么道理，那么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有句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刘老师，如何才能看门道呢？我现在就介绍如何看门道。大体上从三个方面来欣赏篆刻作品。一，看它的章法；二，看它的篆法；三，看它的刀法。咱们先说章法，也叫布局，也叫经营位置，也可以叫做构图。那么在一方小小的石头印面上，要把所表现的内容镌刻上去。那么这个要表现的内容包括文字和图像、人物、佛像、生肖形象等等，就需要在印面上做一番安排，也就是布局，也就是它空间位置各个方面有所考虑，有所经营，就是要有个设计构思。比如说这个文字，那么是一个字呢，两个字呢，还是三个字，还是很多字，它们怎么排列，是横排还是竖排。另外这些字每个字的笔画多少，也会影响到它在那个印面上所占的位置，空间的大和小。那么对这些方面
都有所考虑，在文字之间，他们就存在一个互相的挪让、互相照顾的问题，要取得某种平衡。这个平衡在你观察篆刻作品的时候就是一个欣赏点、一个角度了。我是呢习惯于先在纸面上哗啦哗啦，看看以后的效果，俗称打稿子。如果刻出来以后看了觉得很漂亮、很舒服，觉得非得这样不可，很有味道，那么这个所谓的味道也就是一个欣赏点了。至于是什么味道呢，咱们用佛家唐朝玄奘的一句话，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但大概不离其宗。那个东西在美学意义上就叫做有意味，这个意味就是你在欣赏的时候吸引你的地方，说破了可就没意味了，有点悬，悬之又悬，众妙之门嘛，留给大家去思考，卖个关子啊。只要读者观众们爱看喜欢，这本身就是一个欣赏点，因为产生了审美的愉悦感。在印面上的效果有个说法，叫做书可走马，密不容真。有时候文字的排列非常的紧凑，有的时候又故意的留点空白，让他们之间还会要取得一种平衡感，这又是一个欣赏点。这其中既有观赏性、趣味性，还有知识性。你注意那里什么什么中线呢、对称呢、间隔呀、重心呢、流控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都是你在欣赏。这其中除了文字以外，一方印章它的边框也在其中不可缺少的作用，在文章里面成为一体，有其用意。比如有的四边整整齐齐，有的残破不全，有的断断续续，都会给你造成某种视觉心理感受的不同，这个也是有意味的。有的显得秀丽，有的显得苍劲，有的显得大方得体，有的显得什么什么什么，就不多说了，还是请您冷暖自知吧。所谓要创作出有意味的作品非常重要，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欣赏点，是审美需求很重要的方面。刘老师，您刚才讲的关于篆刻的章法，谈到要创造出有意味的作品，而这个有味道的、有意味的作品才是吸引人的地方，这一点非常重要，有意味。好了，下面呢再说篆法，也就是书法写法怎么写。说白了，从篆刻的文字基本上两大类，一大篆，二小篆，但是不绝对，也有隶书入印，也有楷书入印，也有草书入印，大多数呢还是篆书入印。小篆，先说小篆，也叫秦篆，是秦朝为统一文字，由丞相李斯所创造。它的特点是字形扁长，线条笔画流畅简洁，讲究对称，在中国文字史上有重要地位。那么大篆是商周甲骨文以后，小篆出现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文字的通称。大篆中占多数的是金文，
因为是刻或者是铸在金属器物上面而有此称谓。另有刻在石头上的石鼓文也很好看，中国只出土了十个石鼓，很出名的。还有甲骨文，是刻在兽骨头上的文字，还有周文，这里不做详细介绍。那么这些文字在制印的时候不能掺杂不一，要统一用某一种文字。除了不能乱统之外，统一就是欣赏点之一。因为要长知识啊，也属于审美需要，也同样具备观赏性、趣味性、知识性。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到中华文化的丰富，文字的奥妙，极具审美意义。然后最后说刀法，人们总结出啊，不过就是两大类，一是冲刀，二是切刀，当然还有很多说法，很繁琐。所谓冲刀，就是直冲，刀尖入石，直冲向前。它的特点，痛快淋漓，运刀过程比较长，刻出的线条挺劲，有力度感，是普遍使用的方法。那么所谓切刀，就是刀尖入石以后，一刀一刀的往前切，小碎刀连贯成一条完整的线条，有断耳再起，笔断一连的刀味和笔味。注意，这是又是有意味的地方。它刻出的线条比较苍老、含蓄。然而刀法毕竟不是最终的目的，刀法的运用是和章法、篆刻放在一起考虑的，那就是想形成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特点，运用哪一种刀法。所谓法无定法，非法法也，就是根据创作的需要而定。那么刀法的最佳标准是什么呢？大概有这么六种吧。一，要有刀意。我理解啊，就是有笔意，因为书画同源，你的篆刻让人看起来有的地方很好看，它有那个书法的特点在里边。第二，要自然，不奏作，不生硬，不故意，不显摆。这个咱们光说不清楚，您慢慢琢磨。第三，有风格，这与作者的修养有关系，他个人风格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三，有锋芒，有力度，熟能成巧嘛。第五，要有神采，是总体的观察。第六，要贯气，断而不断，隔而不隔，虚而不虚，等等等等，就是这个线条不管怎么着，它始终让你感觉是连贯的，这个气是贯通的。总而言之，有意味是我在制印过程中体会比较深。艺术的最后是要解决人们的审美需求。好了，谢谢刘老师给我们介绍的关于怎么样欣赏篆刻作品还有篆刻创作的经验，谢谢您。刘长武老师对诗也很有研究，特别是自由体诗颇有特色，您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作？好的，最近呢，我在微信群和我的QQ 里面，我搞了一个五五说事儿的小栏目，以诗的形式顺口溜吧，描写我每天的感受，每天的见闻，或者每天的产生的想法。你能给我们读一首吗？
中秋节的时候呢，写了一首诗，题目呢就叫《中秋乡愁》。下面我给大家朗读一下，一共呢是四个段落。月儿弯弯照九州，一条大河静静流。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少公的号子，吃惯了家乡的馒头。身在异国吃洋饭，牛奶面包抹黄油。月儿圆圆到中秋，游子思乡念神州。隔海相望，望不尽，望见了一段乡愁。月儿弯弯照九州，九州有我好朋友。曾经一起吃过饭，曾经一起喝过酒，曾经一起同欢乐，曾经一起共奋斗，曾经一起相帮助，曾经一起闹别扭。身在海外思故乡，身在异国想朋友。月儿圆圆到中秋，中秋平添几多愁。知否知否，满满的都是乡愁。月儿弯弯照九州，望眼欲穿泪花流。流到瓜州古渡头，流过太平洋，流过大洋洲，流到新西兰，流到你我心里头。情不断，泪难收。月儿圆圆到中秋，言不尽意，好说愁。剪不断，理还乱，遥相望，呼朋友。鱼儿举杯干美酒，喝下这一杯乡愁。月儿弯弯照九州，九州崛起立环球。一带一路风光好，金砖携手共风流。巨龙腾起成佳话，天下华人乐悠悠。月儿圆圆到中秋，海外游子暖心头。今宵一梦到神州，了却咱们的乡愁。恋恋的乡愁，美美的乡愁，甜甜的乡愁。谢谢您，刘老师，这首诗真是带了很多的感情，我的眼睛都有些湿润了。在这首诗里，您把海外游子思念故乡的心情以及对祖国崛起的欣喜描写得情真意切，这真是一首恋恋的、美美的、甜甜的乡愁诗啊。刘老师，请您向听众朋友们谈谈您创作这首诗的体会和经过好不好？我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呢，因为正赶上中秋节，而我本身呢也作为一个海外游子，也不由得会思念家乡，所以也算是有感而发。这样呢，我就提笔，好像很快就这就形成了一个思路，所以始终是中秋乡愁、月儿弯弯啊、乡愁这几个词句的不断的重复，为了加强这个艺术感染力。那么最后一段呢，落在中华崛起、实现中国梦的这一点上，做一个完美的结尾。也算我们这些海外游子们心里得到一个极大的安慰。刘老师，
雅风月刊上还刊登过您的绘画，您是文学文艺的多面手，多才多艺。您以前从事的工作与文艺有关吗？哎，这个问题啊，让您说着了。我原来是搞舞台美术的，是个舞台美术设计师，就是从事文艺工作。我是在天津儿童艺术剧团退休的，可能啊是因为工作关系，搞艺术创作，需要比较深入的观察生活。这艺术家都是如此，因为艺术源于生活，但是你还要高于生活。另外，我也是因为工作需要，我这个手头上就好像，俗话说我你这手很巧，因为我这要掌握，一些相关的知识，好像这方面就是有点杂，不专。那么说，艺术创作要源于生活，还要高于生活，我的理解。就是不能就事论事儿，在这个已经成了我的一个习惯了，思考问题、看问题的一个习惯。你总是要在生活当中去发现那些隐藏在深处的哲理，你总是要在生活中有所发现，更重要的就是有所觉悟。你光发现了不行，你要觉悟。其实就是人生观、世界观，否则就生活的本身而言，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当然，这个话是对于艺术家的创作而言。我因为现在年岁也大了，我保留了篆刻的这个爱好。其实我的爱好不少，啊，还有呢，就是写一点即兴的顺口溜什么的，就算是就叫写诗啊，反正这些东西啊，这些活动啊，它也不占地方，它还能防止老年痴呆，所以我就是这么安排我的生活。刘老师，今年庆祝春节活动时，您向观众展示了篆刻艺术，您给我们讲讲观众的反应如何？谈起这个事呢，因为今年春节的时候，代表了雅风社参加了庆祝春节的一个活动，而且做了篆刻的演示，挺有意思的一次活动。我发现呢，很多这么外国朋友对咱们中国的文化也很感兴趣，而且他们人也特别的友善。这有几个小故事啊，给大家讲。有的呢来问，这个石头是人工合成的吧？我告诉他，不是，这是天然的，因为他们没见过这样的石头。还有的问呢，可不可以刻他的名字？我说可以，但是呢要翻成中文，否则那叫什么篆刻呢，是吧？当然也可以刻英文，我没尝试过，刻英文肯定没有这种味道。还有一个外国朋友在看了我的演示和作品以后，居然表示要送我一些纸，并且留了我的地址。第二天在我家门口发现了一个小纸箱子，满满的已经裁好的很高级的纸张，它的名片上是塔瓦信封公司，我们恰恰我也在塔瓦住。后来呢，在他的网址上，表达了我的谢意。还有一个故事，那就是跟国内有关系了。天津财经大学的一位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了，他也在跟我学篆刻，他家里就有我不少作品，而他的另一个朋友看见了，喜欢我的这个篆刻风格，特意从天津寄来两块不错的寿山石，但是这个我已经给他
可好，有人给带回国内了。所以我就想通过这个篆刻啊，既在新西兰这个地方它宣传了咱们中华文化，也结交了不少中外的朋友，这是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啊，谢谢刘长武老师为我们介绍他的篆刻经验、创作诗的感受以及宣传中国文化所做的工作。雅风社有一批诗文、书画、篆刻、摄影的中国文化爱好者，真是人才济济啊。是的，我们雅风社能经常的活动以及不断的发展，这正离不开湘音报和惠灵顿市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全体成员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呢也欢迎爱好文学艺术的朋友们加入到雅风社来，特别是年轻人，欢迎你们成为雅风社大家庭的一员，共同为宣传中国文化出力。听众朋友们，在新西兰中文周期间，惠灵顿市图书馆将举行中文课、舞蹈、武术、书法等活动，欢迎您前去市图书馆体验中国文化，欣赏中国舞蹈和音乐表演，学习中文。感谢张梅芳、许忠杰、刘千祥、刘长武四位嘉宾参加惠灵顿 Access 广播电台新西兰中文周节目，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了他们的作品以及在积极宣传中国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衷心祝愿雅风社越办越好，祝愿老师们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同时也祝愿老师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在宣传中国文化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今天四位嘉宾的作品以及雅风社其他会员的作品，您可以到湘音报雅风月刊上和湘音报的网站上浏览他们的作品。另外你还可以到雅风社的微信公众号上欣赏他们的创作。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惠灵顿 Access 广播电台 106.1 FM 频率新西兰中文周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惠灵顿 Access 广播电台的网站请听今天的节目。再一次感谢惠灵顿 Access 广播电台举办了这次新西兰中文周节目。听众朋友们，由苏珊主持的新西兰中文周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在节目结束时，请欣赏中国古曲合奏《流水》。听众朋友们，再见。